本部长，大事不好了，趁会长以会长职权解除了本部长的职位，到了会长不满足还想把我也赶出去，会长苏醒的几率非常渺茫。我不会让车山又称心如意的，要先找到蒲心姐手上那段影片才行。放开我，叫你们放开我。你们是说这位刑警掩盖肇事逃逸的事故，他手上持有肇事逃逸的影片，找到证据了。明天也胜利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全新2小时。